英格兰发球。好，这球吊得死。奥古斯丁看到海勒格往左边撤的时候，直接吊他正手位。球还是落在界内，1-1。Serve over. 2-1. 现在对波兰队来说是每一分都要力拼，如果不能够僵持的争下去的话，很有可能呢就被早早的解决这场比赛。凯洛格，沃尔沃克掉往前，反应够快，沃尔沃克这球现在越打越好。凯洛格轻掉，现在还是掉对方死角，力量太大了。力道之大，滚网而过，沃尔沃克拿回一分。太大意，因为在这时刻呢，稍不留神呢，很有可能是让对方把比分差距给拉开。凯洛格换一个球拍。3-5，两分的差距，英格兰队。刚才有点撞拍，波兰队。好，这球推得好，让沃尔沃克已经是来不及了。6-3。出界了。库德斯卡刚才是准备压对方一个平打，结果球出界了。没有急杀球，凯洛格还是吊对方的后场。好，往前，哎呀，这球，这僵持球时间已经是很久了。沃尔沃克，哇，真的是打不死凯洛格。哦，好球，奥古斯丁左手吊了一个斜线，吊死这个球，双方都打得非常精彩。
第二局现在波兰选手有希望，看来这个比赛会不会战到最后一局，还要看这场第二局的波兰队的发挥。凯勒格击球不广，8-4，好，波兰队有希望了。击球又出界，从力量上来看呢，应该说凯洛格和沃尔沃克呢是占优势，但是奥古斯丁和库德斯卡在第二局球的处理的落点处理的不错。5-9，凯洛格和沃尔沃克两个人经常是交换一下场上的意见，这样随时调整。反派打出界了。发球失误，库德斯卡。6-10。犹豫了，凯洛格到底接是不接？还是回头看一下，不然的话干脆就接，不要犹豫。好，这样奥古斯丁和库德斯卡这一对波兰的搭档有希望。哇，刚才这个球的球拍力量非常大，整个是断了开了。看来在比赛沃尔沃克发挥好的时候拿分也是多，而且沃尔沃克呢本身呢他自己呢是第一局的时候稍微的刚开始的时候有点紧张，但越打越好。好，我们继续看第二局的比赛。凯洛格放短，沃尔沃克。奥古斯丁这个左撇子的球位置也是调的都非常理想。奥古斯丁结果我们看到是凯洛格打一个追身球，奥古斯丁没有办法招架，速度比较快。7-11。刚才是库德斯卡的重扣。场上现在看来，对于波兰选手一定要把这。